我是魔术师龙龙，那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一个我的魔术双子魔方，就是它。我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魔方，我们现场把它打乱，你帮我随便的把它扭一扭，随便啊。对，在你扭这个小魔方的同时呢，我这儿有一个大魔方，我也把它，扭一扭吧，扭的乱一点。你觉得差不多了就可以还给我了，我觉得差不多。OK， 好了，是吧？你知道一个魔方上有多少块吗？20多块吧，对，是26块。你知道这辈子你都不可能把两个魔方扭得一模一样，因为它颜色太多了。但是今天我们是挑战奇迹的一个，所以我们看第一个面，它是一模一样的。但这个有可能是巧合，所以我们看第二个面。啊。第三个面。哦。还有第四个面。但是还有第五个面，还有最后一个。所以这个就是奇迹了，但这个奇迹还不完整，所以接下来我要挑战更难的，你能帮我拿着它吗？你知道一个魔方多长时间可以还原吗？大概1分钟吧。大概1分钟，今天我们挑战一下，3秒钟，各位观众，3秒钟。OK， 3、2、1。啊，我说不是这个魔方，我说的是这个。哦，哦，哦。